那宋代建筑呢，我们要复原它，首先要有依据。尤其像这个宋崇宁二年编的《营造法式》，这本书里面规定最详尽的就是弓线和料例。它对主殿的高度、柱子的高度都有记载。这样的这个复原呢，就比较有依据。最难做的东西啊，还是要研究上面的几世。所以我们到考古所他们的库房里去了好几次，我们把所有的跟出土的瓦件，就和建筑关联的构件，每一个哪怕有块小的构件，我们都进行了三维扫描，扫描扫回来以后，再来把它还原成一个形，再推敲，又去核对，来还原当年那种南宋时期的精致、典雅、细腻的那种味道。德寿宫毫无疑问是实证我们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最重要的地标，综合了遗址保护、遗址展示、完形复原三种形式。在我们的考古发掘里面，在中轴线上揭示出了淳化宫的遗址，在它西边的轴线上揭示出了慈福宫的遗址。宋韵文化啊，大家现在我们都在说，但是什么叫宋韵？韵它是一种美，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南宋那时候的一种审美观。德寿宫今后参观呢，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原有这个遗址的保护，原有的遗址的格局；第二个是看宫殿的格局、开间的比例。了解宋代这种建筑的营造的制度和它这种艺术的表现的手法，对城市未来的这个文旅融合的发展和对这个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的德寿宫是提供了个非常好的可持续的新的一个景点。